爸，给老师说再见。尤利安老师，再见。爸爸，你来了，老师再见。我爸爸他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小小赛，别着急，老师陪你去外面等。老师，我爸爸怎么还不来？你能给他打个电话吗？我怕他忘记来接我了。好的，老师现在就打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一路上都把雨伞给我用了，自己都淋湿了，你赶紧去洗个澡吧。好的，我儿子真是太懂事了。小小赛，你知道吗？爸爸今天早上打怪兽的时候受伤了，但是他答应了你要去接你放学，所以受伤冒雨去接的你。爸爸怎么不告诉我？我路上还怪他怎么最后一个来接我。爸爸是怕你担心才没有告诉你。我洗好了。爸爸，我爱你，以后我会更懂事的。爸爸也爱你。